气象局今早向北马和东海岸州属发出暴雨预警，其中登嘉楼干马碗和彭亨关丹更列为红色危险警报。今天全天候都会降暴雨，当地民众受促提高警惕。根据气象局今早7:10发布的天气预警，玻璃市、吉打、槟城、霹雳以及彭亨、寮户、文东、淡马鲁、马兰和百乐被列为黄色警报，今天一整天都会持续下雨。至于吉兰丹、登嘉楼和彭亨、金马伦高原、利卑、尔连突以及北根则被列为橙色警报，同样会迎来暴雨天气。